站住！哎，站住！走吧。站住！你把头转过来。凭什么呀？你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。我说过我要跑了吗？该跑的是你们吧。哼。哼，又想欺负他，没事吧？起来吧，咱们走。老板娘，有酒没有？有啊，等着。小丑八怪，你笑什么？你还真是个奇怪的人啊！我们都走了几天了，我也不知道你叫什么。不说也没关系，我给你取一个就行了。来，我看看啊。叫莫青吧。莫青，莫青，上口又好记。莫青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。酒来了，哎，两位吃好喝好啊！谢了，老板娘。我说小丑八怪，小莫青，以后要是有人再欺负你，你最起码反抗一下吧，别生吃闷亏啊。反抗？对啊，反抗别人怂，有人欺负你啊，你一定要欺负回去，特别是有我给你撑腰的时候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下次你再遇到有人像刚才那样抓你的话，你去戳他眼睛，锁他喉，踹他裤裆。我教你呢，听见没？来，咱们俩比试一下，我现在要掐你脖子来锁我喉，我来了啊！嘿，说好的锁喉呢？你反抗我呀？我没法反抗你。有什么没法反抗的？因为是你。哎呦，我又怎么了？我要是想杀了你，你也不反抗。那是因为我是好人，我才不会杀你。可别人不一样，下次啊，你可不能再这样，再吃亏了。你和别人不一样。我特别好，是不是？特别好。来，喝酒。这酒好喝，再来。再来一碗啊。